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世界卫生大会 WHA 今天驳回邀请台湾出席的提案，对此我国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与不满。我国13个友邦先前提案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 那么 WHA 为此在22号的总务委员会还有今天的全会中先后进行辩论。正方的圣文森、贝里斯、史瓦蒂尼与土瓦鲁这四个友邦主张台湾人民有权利参与全球健康体系，而反方的中国、古巴与巴基斯坦则是搬出所谓的一中原则来阻挡。 WHA 最终决定不把这项提案列入正式议程，而对于中国阻挠台湾出席 WHA， 我国外交部则是表示唾弃中国的霸凌行径。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